酒，然后那个男的我根本就不想认识。来，怎么了？你这件事你听他讲，你不要信我的，他解决不了。不是啊，你听他解决的。干什么去？干什么？来，干什么？踹！踹！踹！做什么动作？你相信我。啊！你说这个动作是这样，管住。本所获报称家中有民众纠纷，警方随即赶赴现场，经了解为一名男子与女性友人疑似因酒后发生口角纠纷。警方到场后，男子情绪激动，不断向警方叫嚣，并持物品欲丢向警方，遂使用强制力将其控制，并带反所实施管束。待男子酒醒情绪恢复后，解除管束，